大家好，我是阿维兰奇的某 A，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 Tricky Towers 拼图模式的高分挑战视频。之前的个人最佳是157分，看看这次能达到多少分。这个黄色 L 型的方块居然没掉下去，运气还真好。啊，失误了，见缝插针的技术还不到家。如果大家想获取高分，就一定要练好这手艺。
卧槽，差点掉下去了。先不提后面方块以三倍数掉落的这事，就只是这个搭塔时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坑爹的倾斜，就能把你一步一步的带入绝望了。颤抖了，不小心多按了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如意算盘没打好，居然掉下去了。又颤抖了，好像不会掉下去的，浪费了一个闪电魔法呢。好吧，这个是我太贪心了。这锅有26个方块，怎么玩？
又是26个，而且激光只上升了4个，小伙伴们该判进度条了。完了完了，看来我已经呆滞了，都不会用魔法了。好吧，181分，没涨200分，不开心啊。还剩下八个方块，倒下一波，主要是镜头会跟着塔的顶部一直向上移动，这样就看不到下面的情况了。如果能看到下面，说不定能挺过这波。接下来来看看排行榜吧。本周排名第二，离第一还是很有一段距离，差88分。本月就排46位的，看来没有200分，根本别想上榜了。接下来看看全球总计榜会排在第几呢？42位，这次总算进前50了。不过第一的局距居然是250213分，和 Mini Metro 的榜类似，排第一的是一个异常值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在第一的对比下，感觉已经非常正常了，虽然他们的分数也相当的吓人。OK， 今天就先到这儿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